性肝炎是一种传染病，因此呢，它是会传染的。病毒性肝炎就是由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它是有一大类病毒引起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往往呢将法定的传染病甲乙丙丁戊这五型肝炎呢称为病毒性肝炎。甲肝它是一个 RNA 病毒，乙肝是一个 DNA 病毒，丁肝是一个 RNA 病毒，丙型肝炎也是一个 RNA 病毒，戊型肝炎也是一个 RNA 病毒，